你这个裙子真大，你的口红粘到牙齿上了，你不会介意吧，大姐？你早看你没告诉我吗？不是刚刚穿的。林俊杰，你没穿礼服啊？礼服啊？你的唇很干，起皮了，绳子该松一松了。 小花，你下面的衣服可是分开的哦，露肚子可是露在外面的，你小心胃出来。但是我把腰扎到胃以上，露出来，遮起来是不是看着还？然后你小心下面走光啊，一直在往上提裙子。幸好有你陪我，咋呢？因为我觉得我每次穿的都不好看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小骨花千骨，所以特地有一朵小花。哦，很漂亮。 都没有仔细品，这说问题。姐姐也爱吃吗？是吗？爱吃啊，有很大呀。你吃早饭吗？哪有时间吃啊？我吃了一个鸡蛋，但是我现在仍然感觉很饿。你是手足，嗯，一身的福气。前段时间我碰巧看到他又播了一个新剧，然后他里头有个名字叫《送暖》。 然后我就哈哈哈哈，我就给他发信息，因为他老损我，所以我就找尽想方设法的我要损回去。我说：“哎，供暖啊，你们那个暖气质量好吗？”然后他特别淡定的回了几个字说：“对不起，您的秘密太大，我们供不了。”<笑>”那姑娘，你怎么知道如何破解血液灵骨？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跑到这儿来，是来送死的吗？ 姑娘伸手攻法绝妙，是出自哪一派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连续夜蛊虫都对付不了，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。再往前走，等于送死。这个我有发言权。打你发言。我跟你说，通常有这种想法的女生，她是剪不了肥的，她是瘦不下来的。首先我们觉得你瘦，首先我们觉得你瘦。没有觉得你胖。没有觉得你胖，因为我们都是演员脸。他佩服你了，我们想想叫样能力。我也没想到你这么没能力。高磊呢？你怎么知道唱歌？你太了解我，你这样我很不好意思。你好好说话，你好好说话。他们哭了。哎，小丽哥，我们车要不要换一会儿啊？不要不要不要。好，现在好像。 刘能附体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在床上贴了你们的照片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觉得哇，你怎么？因为我有记忆的时候，你们都已经火了很长时间了，就有些时候已经换了。然后我就应该50多岁。<笑> 是吧？我觉得自卑，这样推算起来应该是这样的。没事，隔壁听事儿的时候，像我叔叔。你不让龙哥七岁？特别聊天，我2岁就出来唱歌开演唱会，念你。这样才像爸爸呀！那老哥人家说我不多。居然像爸爸 现在我的朋友3、4个加起来也都快200。那帮，哼，就光是人多了，欺负我们，智商没有凑够啊！喂。